黄大融合了，加加加！现在是先把这些颜色确定下来，等一下直接作业就会蛮快。对，哎，想一想还是蛮帅气的。不可思议耶！怎么有一个桥愿意让你这样画？对啊，好酷哦！如果大家有来这个地方的话，可以从头开始走到这边。我们要画什么呢？我觉得让你们自己亲自过来这边来发现，就算是我们送给大家的小彩蛋。